好，我们这边来看神下同学又从灭的梦魇级毕业了齁，来第一关这边，哇，第一关这个八康无视减伤就对神下来说非常伤了齁。神下厉害就在于他的减伤哦，不过遇到无视减伤就真的很苦手了。来第一关这边，角色猪直接抓下来用，还天降了水下来 ，OK， 有带走齁，没问题。来第二关武康，好，这边就可以稍微减伤，慢慢就跟他对磨了齁。光是第一关可能就是从无数次的失败中，自信点把可能去掉，光是第一关就是从无数次的失败中哦，才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精彩的表演哦，无数次的失败中爬起来啊。来第二关武康，然后越攻越强哦，来这边直接把真嗣变身给他开下去了，好，记忆变身后记忆也开好，那他这边是已经把负面 buff 挤掉了哦，不用再八康了。好，这边25秒转猪时间。OK， 虽然不用八康，不过还是硬是叠猪叠过去，打了百亿。好，来接着手消指令七，这边阿努比斯关开，来再开水哀黄泉哦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走哦，真嗣的大拳头效果还在哦。来接着第四关，好，第四关30颗光，这边也是可以跟他慢慢磨的地方。哦、因为神下的减伤真的很威武啊，你不要大于等于六康哦都没事，哎，好像是大于六啦，你到七才会出事哦。好，来这边就是慢慢去跟他对磨，磨到30颗光快要消到的时候再去叠珠哦。哎，其实也不用叠，神下也可以炸掉。好，剩9颗。好，这边他有一边在让真嗣的同步率慢慢往上升哦。好，来这边是时候了，要开炸了。好，这边就是去手消光，剩下都用叠的哦，因为他开上去也没有心了。OK， 来这边天降来到20。OK， 这边带走，来接着是负面 buff， 不能消到暗，伤害会剩1%。好，这一次是越战越强哦，也是可以慢慢跟他耗，因为你神下没有那个伤害打出去，应该说神下的伤害本身啊，还是要靠着队员才有办法打出去哦。好，来这边九峰的二技也有补上去，来这边直接灌过去。好，这边直接截图记版面哦。来这边角色猪抓出来用。好，这边是不能手消到岸。好，这边把龙科开下去了。那进关是先把你锁技哦，然后右边那只大剑是附上燃烧位置哦，那这个燃烧是扣20%的。好，先打掉左边 ，OK， 右边自杀，那中间这只就也是慢慢对磨啦，不要消到岸就好了。好，这边要记得要减伤的时候不能转超过6齁。来这边直接把阿奴再开下去增伤。好，这边去叠暗珠，没有没有没有叠，没有叠，准备要叠。好，来阿奴比斯关开，水哀黄泉也开下去了。这边是不能手消暗哦，不止伤害吸收，还会反弹。好，神下也开下去。好，这边版面转的相当漂亮 ，OK， 舒服。好，来这一关就带走。来第六关，哦，这个血域地形，等一下是九峰王的回合哈。哎，这边真是水哀黄泉还有九峰王都直接开上去了。好，那只要记得不要在下面结束转珠，跟不要手消到心就好了哦。好，这边版面也是转得相当漂亮。OK， 这边直接灌过去，来凝结浮石。好，这边把心跟光炸掉。好，那这个凝结浮石它其实就是类石化啦，解法一样，但是它现在就是跟你玩文字游戏。好，这边直接利用神下的天降来解 ，OK， 灌过去。来第七关数字盾，好，这边抽到20。
好，你只要有转对，他就不会打你哦。好，这边又是抽到20。好，这边还稍微小叠珠了一下。好，这边水哀黄泉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。短 CD 的真伤啊。好，来这边不能手消暗跟不能手消火，两只修卡战斗员。好，这边用一个直行的叠珠。OK， 两只一起带走，接着第九关30级盾哦，然后不能消到10个虚之印记。好，那这边也是可以慢慢跟他耗，没有无视减伤，对神下来说都是好事哦。好，这边先把暗区隔开，好，然后用阿奴关招来炸。好，来这边再次关开哦。这边你消10个虚之印记的话，下一回合不管他有没有打过来，都会直接死去哦。所以这边要稍微小心一点，不管你用什么队。好，这边把角色珠抓出来用。好，打掉30下了。好，这边稍微绿一下版面哦。来，阿奴再一次关开。好，这边差不多咯。好，这边是再稍微绿一下版面哦，因为等一下王一是16康，然后回复颠倒。好，结果他好像也没有要绿耶，直接炸板开下去了。好，这边把九峰也叠上去。OK。14亿灌过去，来接着王一，好，他会先把你暗珠附上邪恶能量哦，然后还会先攻你，好，这边直接炸掉，哦，这样子要直接灌的吗？看起来有机会，好，这边直接灌过去哦，二血的部分手消满板，然后所技所攻一回。好，这个打30万无视减伤哦，这边没有得扛，只能用延迟的。好，这边反面也绿的相当好。好，那等下第三条血基本上跟地狱级是一样的哦，不能消暗变成不能消心这样而已。好，然后不能停在黑洞上。好，这边满板要怎么解呢？火星炸掉。好，这边用各种绿板哦。火珠两组，水珠也两组，光木各两组，然后暗珠一组。好，应该要转直行的哦，因为水珠的其中一组有4颗。OK， 好，来这边满板消到。好，第三条血，超级技能重置。好啦，那这边基本上也是可以慢慢跟他对磨的地方哦。好，这边我们先恭喜神下同学哦，再一次的毕业，好不好？连这么针对的关卡，第一关就要他的命的关卡、哦、也可以打过、哦、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欣赏一场精彩的表演、哦、我们就等最后伤害爆过去吧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会，拜拜。